传救恩的对西安说，你的神做王了呀。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拯救，1977年，我那时候是跟着台北基督教儿童合唱团。我今天要与主同行。掌声欢迎裘海正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邀请耶稣进入到我们的心里。现在也已经非常的非常的严重。麦克风没插线呢。我有黑暗的权势，在这边不能够得逞，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得逞。
我们要12个小时去泗水。对，但是用这样的速度呢，我们应该明天直接到了就上台了。谢谢天运的伙伴们，真的在这个旅程里面，有你们我学习很多。我也相信在未来，服侍神的这个道路上，我们能够更加的同心协力，还会有机会跟大家在一起服侍的。我们等着你哦。